今年是古年头正月七十重阳，出席金门古年头正月游动队的贡献，韩国发扬金门高粱酒杯、国军以及中将复联，其他新店的豆腐，提2016年引进三千的问题，受过本人插题，被到的整体同期登记做历史建筑，也后台咨询三万个同党员。总算提一整年十五个月同期数一百，是便是文字十年的结婚。按算今年内就会通过审核，也见到福的也有机会来申请经费赞助。我从薄荷薄荷天棚差不多一粒下来嘞，被南面绿绿粒粒，有农民过四十年边的起个屋位，是金门县台恩主公妇联将军伫新店个老屋，一下会转起的，也许他希望做对同老屋定做做历史建筑，才有机会来争。大家也知道，2018年那个梅雨跟台风哈，这个侵蚀的非常厉害，所以整个都坏掉了，所以当然是希望在半年之内哈，那文字身份称。这个文字身份一旦确立以后呢，我们希望呢，相关单位呢可以，给我们这个在预算上面的帮助。后因警方副司令副连将军，伫过年后办以上炮战也加重战役，系重要嘅角色。加八的子午都系伫亚东落幕嘅台阶，现正牵涉到改正人台，转型中地啲台湾资产，造成土地产权争议。落嘅伫2016年是爱拆脱，伫加子午董三万争取下，漳州的签署保留。听说。他这个故居目前是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纪念馆，然后成立一个能够保留这个文化资产呢、啊，那我是很期待的。那我们这边也会尽力的帮忙这个木莲故居这边还有他们也整理好了一些资料，那我们看看怎么样可以一起努力。也富联将军留下来的东西都在金门的纪念馆收藏。富联都无申请安检，要在3月15日送以文字审议结案。按算半年内做得通过审核，确定文字审分过后，才做得申请经费来账。客家新闻由水信留言，新北市报道。